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无量寿经》研讨上一次我们进入法藏因地第四。那这一品最重要的我们学习阿弥陀佛在因地是怎么修行的记得初学佛的时候听到师长老人家说了。他老人家谦虚人家请他当老师师长说，我给你们介绍老师，介绍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所以这一品经呢。非常重要就像师长常常指导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所以这一品经就是具体指导我们心愿解行能够同弥陀。我们看一开始经文提到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经文含藏很深的玄机因为这里提到的阿弥陀佛在因地是无量数劫好长好长。的一个天文数字那在《阿弥陀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是说到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余经才十劫所以阿弥陀佛，他在很久很久无量数劫他就修行，他就成就了。他是生生世世随逐于我在十劫以前这个因缘呢成了阿弥陀佛又来度化我们。真的明白了，我们辜负阿弥陀佛无数次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梵王经》讲出来他不是第一次在我们娑婆界成佛了。第八千次了所以我们体会到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在无始劫的
时空当中啊，对我们生生世世都不舍。这个恩德真正明白了，我们就有啊不竭的动力了。啊，念着本师恩，念着师长恩呢，祖先教导我们了。啊，受人滴水之恩，都要涌泉相报啊！啊，更何况是佛恩呢？所以劝发菩提心文，啊，我们的菩提心啊，必有因缘，方能发起。啊，菩提心是我们本有的，哎，遇到缘呢，能够显发出来。而醒安大师所指的因缘，十个因缘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佛恩呢。啊，念本师恩呢。啊，净修捷要，首先拜的也是本师恩呢。啊，一心观礼，娑婆教主。九界导师、独来世尊与五浊世八相成道，这都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经文哈。心大悲，明有情，眼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啊，宣说异行难信之法，当来一切寒林，皆依此法。而得度脱，啊，大恩大德，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这第一拜，啊，第二拜，啊，一心观礼，啊，极乐教主，啊，因地闻法，啊，这一品，我们深入之后啊，啊，每天拜净修捷要啊，那个。随文入观呢、啊，啊，心心相应啊，啊，因地闻法，即发无上正觉之心，啊，助真实慧，是拔勤苦生死之本，要把我们众生轮回苦啊，轮回本呢、啊。希望一切皆成佛啊！所以他弃国兼王，行坐沙门，号曰法藏，都是这一品经里面的。啊，修菩萨道，于无量劫积时得行，无量劫的修行都是为了我这个众生得度啊。啊，所发殊胜大愿，悉皆圆满成就。啊，名聚万德，声闻十方，皆引导师。啊，阿弥陀佛。所以一开始，啊，这个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这句经文、啊、让我们能提起、啊、佛恩、啊啊、当信佛经语声、啊、这每一句不能划过去 啊， 啊不能囫囵吞枣 啊， 啊我们看、啊、先提到了阿弥陀佛的老师，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啊，每一尊佛的称号，都表我们自己的性德啊。啊，我们念着经文，世间自在王如来，这是我性德本有的，哎，
我现在自不自在啊？我怎么自己把自己给绑住了呢？啊，我怎么自讨苦吃啊？每一个佛的称号，都在提醒我们本有的性德，都在提醒我们放下障碍我们本有性德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便是啊。师长常常讲经当中有讲到这一句哦。大家有没有印象？老和尚常说“放下便是了”。那请问大家听到这一句之后，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哪有那么简单？哦，哇，那假如都起这个念头，那到底啥时候放啊？我们以前还没学佛以前，都听过一句话，应该是看电视看来的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请问大家还没学佛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哦，好像武侠片里面会有。这句话是真的啊。啊，看我们自己放不放而已啊。啊，所以修行啊，首先要自知啊，自知之明，观心为要。只要我念佛啊，念着念着。就没有办法相续不断，那些障碍我不能相续不断的念头啊，就是我的屠刀，你说那些念头，那个是烦恼贼。贼是虚的，啊，观贼无能，啊，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身体因缘和合，不是真的，啊，心里呢，受想行识，刹那生灭，也不是真的，你把它当真，哎呀。我放不下了，哎呀，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了，哎呀，你就一直在给假的东西力量了。啊，《了凡四训》有一句法语非常好，啊，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啊，因为邪念，啊，这个烦恼是假的。啊，你只要提起正念了，它就影响不了自己了。人念佛即是自心现了，自心现时方念佛。所以佛号啊，是。能够啊，调伏一切妄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老实念，得要真下功夫啊，一定能够啊，深处转熟，慢慢佛号就越来越多了，啊，熟处转生，啊，本来。很习惯起的这些妄念，慢慢慢慢就陌生了。
那当然，事上啊，还是要下功夫的，啊，要下老实的顿功夫，啊，所以我们得问问自己了，佛啊，有没有越念越多？啊，师长常常说，能不能往生呢？不能问别人了。要自己检查了。那佛号越来越多，代表妄念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一发愿啊，我要念10000声啊，努力了2个礼拜啊，那个数字开始慢慢减少，慢慢减少，啊，然后就，哎。先缓一缓吧，哦，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好，再念10000，这个下定决心啊，就不能让它退了。真的念成习惯了，一天要念10000了，不是很难的。好，学佛啊，确实也是啊。养成习惯了，念佛养成习惯，啊，真诚待人养成习惯，啊，念念为人着想养成习惯。那我们看接下来呢，这10个称号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性德。好，我们简单看一下啊，这10个德号啊，第一个是如来，今佛如古佛再来啊，这是浅的，哎，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提醒自己，我所讲的话跟释迦牟尼佛相。教导相不相应啊？哎，我所做，我所说，我所想，跟释迦牟尼佛的经典都相应啊，我很快就能入如来的境界了。啊，用密宗讲的。三密相应呢，啊，身口意，哎，能为诸众生做不请之友，这个身业跟佛相应了，不兴事语要在正论，哎，一开口就是善妙语，启发人的智慧。哎，这口业与佛相应了，所想都是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个与佛心相应了，一看都能看到众生的苦难，这个与佛眼相应了，所以相应。很重要。我们静下心来啊，观察自己的念头，观察自己的言行。一不小心啊，一讲话就是自己的想法看法，不一定能跟了佛经相应了。行为啊，一不警觉就没有跟佛定相应了，可能就跟贪嗔痴相应了。哎，情绪起来了，
里面贪嗔痴都具足了。这经佛如古佛再来啊，这都在提醒我们啊，述而不作。所说所做啊，要跟佛相应，这样才叫学佛啊！学佛是学做佛啊，所以这个十个德号都是指导我们怎么做佛啊。啊，师长讲另外一个更深的。《金刚经》对如来的注解：如来者，诸法如意也。一切法里面呢，法法皆如啊，所以叫诸法如意啊。一切法讲相讲形象啊，皆如，如什么呢？如其性。这一句话就是讲到了一切万象啊，都是真心本性啊，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具体讲，以精作气，气气皆精呢。啊，所以今天啊，这个精子做了一尊菩萨，哇，我们看得很高兴啊，很欢喜啊。啊，今天这个精子做了一个黑面獠牙。啊，青面獠牙的鬼像，啊，我们一看怎么样？哎呀，讨厌死了！啊，但是假如能看得更深入的，那同样都是精子了。所以，我们假如能不着在相上。那我们就能见性，不着相。那我们就能呢，尊重每个人的佛性，因为佛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一切法唯心所现的，唯事所变的，哪一法？不是心现是变呢？啊，那会看的人从这个所见的相，能够看到他的本是性。这样就能礼敬诸佛啊，不会被他眼前的习气呀、啊。啊，行为啊，骂人的这些相，啊，所影响啊，所以像佛陀，啊，好像《佛陀传》呢，啊，里面有一位比丘，啊，叫做。一下想不起来了啊！他呢，之前呢，杀了好多人啊，结果他听到人家说：“哇，有一个智慧圆满的佛陀。”他听了也不欢喜啊，然后就想去见见佛陀啊，啊，甚至要伤害佛陀啊。结果，他追赶佛陀啊，
他跑越快啊，佛陀离他越远，跑得他精疲力尽啊。因为佛就是人的真心啊，他跑越快啊，就是起的念头在伤害佛啊，跟他的自信怎么样，离得更远。那佛看着他，对他说啊，仁者，你止步吧。啊，古代那个止步啊，在印度的话呢，止步跟止恶啊，是同样的一个词啊，音声一样的。大家不要划过这句话哦，前面是什么？仁者啊。你止步吧，止恶吧，其实就是放下屠刀啊，立地成佛啊。好，佛是真正把它当佛看了，所以仁者那是发自内心讲出来，所以一下触动他的真心了，他就跟着佛陀啊，出家了。修行了，但是他杀了太多人了，不同国家的人都被他杀了，结果好几个国家派军队啊，知道他在这儿，就来要抓他，结果佛就出来了，大家都尊重佛陀啊。就问这些军队，你们看他还像以前那个人吗？那他有一次啊，走到街上去了，哎，百姓都认出他来，哇，用石头啊扔他，结果佛就去挡啊，挡石头啊。那大家一看到佛不敢再扔了，佛也是对着百姓讲了，所以佛看待一个杀了那么多人的人，他也是见他的性嘛，所以佛能讲出最真心的言语，去触动一个罪恶之人，启发他的善根。那佛的这个行仪啊，再拉回来我们身上，我们面对身边亲戚朋友，有犯过错的人，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印象放下？在面对他们的时候，都是真的把他们当佛看，见他们的性，不着在相上。那老和尚这一段如来的解说，我们就没有白学了。不然，师父说的“如其性嘛，已经错记，记记皆经”，学了没了，那所学非所用啊。用在哪？用在此刻开始了。我们唯有这么学啊，才能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道。你要见人家的性，你才能够礼敬他。你见他的相了，还落得印象很深，见到他火就上来了。就想骂人了，那怎么礼敬诸佛？第二应供，为什么应供啊？因为佛是天人导师啊，而且佛教化众生啊，没有条件。没有鉴别，平等
教导。所以应该接受我们的供养。哎，那每一句话都是我们都是当机者呢。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平等爱护一切众生？实实在在讲啊，我们不平等爱护一切众生，我们会怎么对待众生呢？那不就有分别吗？不就有爱憎吗？哦，哇，我对我的孩子特别好，对别人呢就差很多，那这是真爱孩子吗？所以真正爱孩子，那我们就要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做给孩子看，那这个才是真正爱他。我们给他看的都是分别心的爱，那他就学到这种分别心的爱呀。好，那接下来师长开解到了我们要供养佛那现在佛已经不住世了。我们要供养出家人供养他人现在有的出来弘法在家人也不少啊，他的生活也需要照顾好啊，他没有后顾之忧啊。在弘法的团体里面，什么最重要啊？什么才是真正的宝呢？真正的财富啊，是人才啊！我也有见过团体啊。要节俭了，所以薪水都发得很少，结果人都留不住，所以学佛啊都不能着相。你看一着，要节俭了，哇，一直着，该花的地方不花。那这个节俭就变执着了，你说他错吗？不是对错的问题了，是有没有学通的问题了，是有没有不着相的问题了。所以东方的学问呢，是活的。可是啊，我们要注意哦，我们现在学习的习惯呢，是学死的。以我个人来讲，我从小读书干什么？考试。考试最重要的是标准答案，我得把它背清楚。这种学习状态啊，对人的悟性，我们冷静体会体会。这个悟性是会往上不断提升，还是会下降啊？他说节俭好，节俭好。那具体来讲，一个月发多少叫节俭？就等着要一个具体的东西。你要一个具体的东西，
那请问一下，你在加拿大开的薪资能跟在马来西亚开的一样吗？它的物价本身就不一样啊，能不能定一个数字给你啊？那佛教还教我们要本土化、现代化呢，本土化，要以我印度的为主，我是正统的。那你看，就出现执着点了。说起来很惭愧哦，干了不少错事啊，因为智慧太不足了啊。比方当时候在庐江，3年的姻缘，告一段落，不少同仁呢，回到各自的地方去了。结果各地的同修一听到，哇，我们这个同乡啊，从庐江回来了，然后就赶紧啊找他来讲课了。大家不要太激动哦，首先要问一下他在庐江是做什么的。他在庐江是管财务的，你一下就让他上台去讲课，这个是有点太激动了啊。或者他在庐江是在厨房帮忙，那我因为智慧不够啊，当时候啊，假如是现在啊，可能就会提醒到了当时候没有提醒他们，你们回去之后啊，得要看呢，人家各地的因缘状况如何。去给人家一些建议，我没有讲到这句话了所以有一些同仁，人家一问他，哎，你庐江怎么做的？他就把庐江的做法全部搬出来给人家了而且具体就要这样哦，就要这样哦，大家想一想。庐江办的因缘条件跟每一个地区一不一样？庐江来的员工啊，两三百人，再来支援呢，各地来的所以在庐江可以吃到大连的樱桃可以吃到烟台的苹果好多地方最好的东西都吃得到。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地点有庐江当时候办学的条件可是当我们支持一个做法你就没有办法设身处地、客观的去体恤到当地的条件。所以东方的文明它是悟性，你去领悟。你去体会，体会那个不变的原理原则，但是它不着在这些具体的相上。可是啊，当我们的学习习惯是记忆的时候啊，那就通通记这些具体的东西。事实上，那些看不到的原理原则，有时候并没有领悟到啊。所以，前不久啊，我跟一个企业交流他们也很发心，我们愿意将传统文化落实在企业里面因为师长说的，20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
可以把传统文化复兴，我们愿意发这个心。那请问承德法师啊，我们具体呀、啊、怎么操作啊？啊，你可不可以给我讲具体一点、啊，怎么做啊？啊，我就给他讲了个故事。啊，我说从前呢、啊，这个张三丰啊教张无忌太极拳，打了第一次啊，给张无忌看，打完之后啊，张三丰说：“你记得多少啊？”张无忌说：“六七成。”啊，好，你再专心看一遍啊，打了第二次。张无忌说：“师公啊，怎么只记得三四成？”接着张三丰说：“好，再打一次。”打了第三次，打打打，打到一半，张无忌说：“师公啊，我全忘了。”张三丰笑着说：“好，很好。”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啊？记是用什么记啊？史记呀、啊。史记能不能活学活用啊？东方的东西不是靠死记硬背的。靠领悟的，啊，我以师父的教诲啊，跟大家交流一下啊，在十年音乐里面呢，师长提到了啊，李老师讲经啊，不准录音。啊，谁要放一个麦克风在他面前呢？他绝对不讲。他教学的方法就是教你啊，全部精神贯注听讲，你才会有受用。你放一个录音机在此地啊，你的心就懈怠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教的都是心法？我们能不能感觉到？放一个录音机下去，对我们的心有没有影响？人的心假如这么敏锐了，他就是在六根接触六尘当中啊，护念自己的真心呢、啊。贤护等十六正士啊，我们有没有去感受到？看起来现在科技发达了。当这些科技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改变呢？反而不专注了哦，反而不珍惜了。当然，我不是说科技不好哦，不是这个意思哦。大家不要又给我贴一个标签，陈德法师非常反对科技，我没有这么说啊。好，今天假如我们的真诚恭敬心。都提得起来，哇，那科技不得了了！啊，你看老法师一辈子讲的经，啊，你拿到一个硬碟里面都有，你都可以学。以前的人没有这个机缘啊。但是我们不护念自己的心的，那变成什么？啊，那个硬盘一直摆在那里呀、啊，有机会我会学它。一年过去了，2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
但是假如不是机器的话，老和尚要讲经哦，你没去听，你就没听到了，就会去了。所以大家看呢、啊，你看这一段，你会学的人举一反三。我的心在哪一些状况会懈怠？你不能哦，录音机哦，就只是在听说哦，录音机会让我懈怠。你善学的人。你就在一切境缘当中看什么情况会让我懈怠，我要突破它。修行要不断突破惯性、啊、就是这个惯性让我们不能提升它、啊。因为你摆了，哎，没有听清楚不要紧，回去还可以重听啊。你有依靠，我们很会依靠啊。这个依赖心打不掉啊，境界怎么向上提升呢？好，所以你看离了。老护念学生不要有侥幸的心，骂了打了不讲，逼得你全神贯注。我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全神贯注多难啊！两年的 COVID-19， 我们很多上课都是在什么线上，哎，上一下。关起来，喝点水，上一下，关起来，上个厕所。哎，不专心也会变习惯呢。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尤其这个功能可以关起镜头，哇，好方便啊。你说那个跟全神贯注上下人的效果那一样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哦，你们不要开镜头，你们实在该忙好、哦、该一定要关的还是关啊、哦这个我们讲课的人啊，假如说今天某某人上来，我非讲那一段给他听不可。我们讲课的人心已经偏了，我今天非得修理他不可哦，那这个心态已经不中正了，不平和了。哦，我以前还听一个讲课还是很受欢迎的人，他要上台以前说，我今天非得讲的他们哭不可，我一听怪怪的。这个都有造作啊，因无所住啊，而跟人家分享吧。你若心有住，即是非住。真心一法不立啊，还没讲啊，心上就有东西了啊，那就不是真心的状况了。所以这种教学的目的，教你开悟啊。我们以前教学的目的，教你考试啊，教你背啊。好，背的我们这个头昏脑胀，还熬夜啊。然后就几天之后就。全部还给老师去了。用领悟的听一遍呢，终身不忘啊。就跟阿弥陀佛
因地修行啊，信解明记啊，那个明记是领纳在心啊，不是死记硬背啊。悉皆第一呀、啊，那个明记是什么？真诚恭敬去听老师讲，他就领悟了。就像李炳南老师只见过印光祖师一次，他把印祖的道风就听了一次，带到台湾，做的非常圆满了，那往生的人可不少啊。所以这个教学的目的是教你开悟啊。我感觉这些话我们都不能划过去了。我们现在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开悟，是求智慧哦。每一堂经你都有悟处，你这么去听，每一堂都有悟处。积小悟就成大悟，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你的境界年年会提升，你所以记的东西通通没用了。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一套方法跟现代不一样，我们都要随着这个教诲来关照自己呢。现在这些方法帮助你记忆，记忆是什么？帮助你分别，帮助你执着。因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你永远不会开悟。接着师长说了，我听李老师讲华严，我只听了第一卷，第一卷听完之后，下面我都能讲。这东方的学习是这样学的哦。因为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掌握这种无形的思想理念，不是去记每一句怎么讲，方法我也知道。我在台湾啊，台中学的是这个。诸位同学啊，我们都是要学这个啊。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讲，用什么方法讲，这是活的，这是没有办法教的，就是没有办法实际用背的啦。必须长期去听，长期跟随老师，一堂课不缺，你慢慢在这里头去体会，你去琢磨，你在这里体会得心得，然后自己在讲台上能够活，灵活运用，活的。你学他每句怎么讲啊？那是学死东西，那个不能变化，那不能弃大众之机呀。所以东方是活的哦。怎么护持法师？怎么护持弘法的人？活的，看着办啊，但是得要了解佛陀护持出家人、护持弘法人的原理原则，我们要掌握住啊。哦，所以这一位企业界的同仁问我，具体怎么把传统文化落实在企业，具体怎么做？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们学过稻盛和夫的哲学没有？哦，他们都学过了。我一看下不少功夫啊。我接着请问，请问稻盛和夫具体教你怎么做？啊，他们就开始做，说了，哦，这个成功方程式啊，然后六项精进啊，讲到这些，我请问大家，这些是不是具体的做法？都不是啊。都是什么？心境，都是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你看稻盛和夫，啊，他们可能学了几个月、几年了，问说具体怎么做？其实我这个问题啊。假如我他们能用心体会我在问什么，他听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在问什么。可是他们的回答都还是这一些理念性的东西，所以代表什么？稻盛和夫有没有指导很多非常细、非常具体的做法？就怕这些很细的部分呢？我们拿着就要去套了，跟他的企业会完全一样吗？跟他的国度会完全一样吗？对呀，啊，就像我有罪过了，我没有给庐江的同仁讲好啊，原理原则哦，不能把庐江的经验拿去套在其他的地方哦。所以请问节俭是死的还是活的？对呀，但是你不能因为节俭，你没有去体恤到员工他生活有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不能执一法就考虑不了另外一法。若心有助，即是非助。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你很执着哪一点，看起来这个执着的这个理也是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一执着了，你其他该考虑的部分，你就体会不到了。叫一执成病啊。所以般若为什么要讲22年？我们现在人太容易一听什么经，一听哪个道理就执那个道理。为什么那么容易执道理？因为好为人师。哇，我今天听这个道理了，哎，拿着这个道理，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而不是先建立起来，这就是一个习惯。我们是自私自利的念头先起，我们是好为人师的念头先起，还是树道先起？树道设身处地呀。这就影响我们听课的效果了。啊，好为人师先起啊，啊，边听课边，我待会要给谁讲什么，他就是错在这里了。你的越听，可能那个我慢越强了，啊，听的。都是用树道存心，听着听着，哎呀，我这里不对啊，那里错了。越听越知道自己的问题。
好，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啊，应供。应供的人是一个角度，供养的人是一个角度。我们看佛陀怎么应供呢？在哪里接受？门口。接受什么？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哎，这些精神重不重要啊？不给人家添一点麻烦。人家家里有什么，就接受什么。这一点体会到了，接受人家供养的人，很柔软，考虑人家供养者的情况哦。一天一餐呢，不太麻烦别人了。而且事事供养，这个事事也是提醒受供的人，基本的物质需求就好了啊，不要再要求多了。啊，《论语》也是提醒啊，士至于道而此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义也。你说要求到了。还在觉得哎呀，吃的不够好，穿的不够好，那不用论道了。对物质的这种贪求还很强，修不了道了。安贫乐道啊！所以我们供养的人，假如懂得佛陀表的这些原理原则，那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啊。就不会感情用事了。供养到受供养的人，道心都退了，啊，都是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了。那师父说了，总免不了造罪业了，供养变成造罪业了。所以真正修福啊，要有智慧啊。老人家这里还提醒啊，出家人一定要认清这个时代的状况。所以，一件事情啊，产生负面问题了，都是啊，双方都迷惑了。团体参与的人都不清楚了。假如应供跟供养的人有一个是清醒的，就不会一直滑下去了。清醒的人会立住了，就会提醒到那个不清醒的人了。那老人家说，我很提心吊胆，唯恐堕落，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弟子们啊，在弘法的时候都要注意啊。老人家也具体说到他的做法，他应经，第二设奖学金。好，那请问大家，我们这一段读完了，我就做两件事，我就效法老和尚，这样对不对？看是不是要活学活用？我有一次，在道场里面，
走出来，哇，看到一大堆法宝，一看这些法宝都是十几年前印的，二十几年前印的，通通运回来了，人家不要了。哦，看得很心痛哎，这本不错，那本不错，结果选了好像三箱吧，都寄到加拿大去了，很心疼哎，哎，请问呢，这一个景象有没有在对我说法？有啊，他在提醒我。现在法宝缺不缺？法宝现在呀，有一些过量了。当然了，有一些还没印的，还是可以印啊。哦，不然大家一听完了，陈德法说：“现在别印经了，你们别害我啊！”阿弥陀佛啊！哦，所以讲课不容易啊，得要交代清楚啊，不然到时候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啊！我没有要让大众执着，大众却因我而执着啊！哎，这个要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都不能支持经教。已经过多的了，那我们印那个很需要但没人印的，这可以的。而且大家有没有进一步再去观察，印那么多经书啊，看不看了？当他不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时候啊，那都摆在书柜当中嘛。一摆就是十年、二十年都有啊，所以讲课讲经很重要，让大家知道这些法宝的珍贵，大家就愿意去学它。对，进修结要报恩谈很重要。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念了两段了。哦，可能今天下完课啊，就有人把尘封已久的这一本《报恩坛》拿出来了。所以印法宝之外啊，还要大量讲学啊，哦，把这些经典的重要性告诉大家，他才知道是宝啊。那假如说我们今天看似看到这个深度了，那我不止印经而已，我还要护持讲经，不要中断。护持这样发心的人，再来讲学经。我们看到讲学经，就是培养年轻人，培养传承的人才。这些事啊都很重要。那像陈德就体会啊，要让宏护的人才没有后顾之忧啊，因为陈德看到啊一些团体人才流失太多了。我们自己带团体的人都知道，人才是最宝贝的东西啊，人才留住了，少多少烦恼啊！事情交给他，万事 OK 了。而且你一流动，那些经验很多就大打折扣了，传不下去了。那我所见的这些现象，都在给我说法，都在提醒我做哪一些重要的事啊。
我们并不是看到这个现象在那里批评，不是的。首先，对我有什么启示？对我以后弘护正法啊，有什么重要的指导？正的、反的都是指导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见到了，见义勇为，啊，这个团体还愿意听我们讲，我们善巧方便的来提醒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呢，更不要去批评，批评就到最后都变成人我是非了。你造人我是非的因呢，以后人我是非就会到自己的身上来哦。这个因果丝毫不少哦。假如现在很多人在论我们，那不要生气哦，可能是果相现前哦，还要反求诸己哦。好，那可能大家所看到最重要、最急的事啊，可能跟承德不一样，但是你们有看到的吗？啊，也请大家可以分享给我，啊，我也愿意多尽一点力。哎，我们雪中送炭啊，少一点锦上添花。好，第三等正觉，师长在这里讲到了，因为这个名号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呢，它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了，正觉是阿罗汉呢，正等正觉是菩萨，所以这一个名号也是提醒我们不能知少为足。一定啊，要往究竟圆满的佛果去努力。啊，这里师长说了，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学佛就是要开智慧，这一段老和尚的教导我们马上随文入观哦，学佛就是要开智慧啊！我学了几年了，我现在面对境界啊，有没有智慧啊？我面对事烦恼有没有越来越少？有没有越来越知道怎么处理事？这个都要我们自己检查呢。标准答案谁都会讲啊，学佛目标智慧。接下来呢，要检查自己，哎，我现在面对境界清不清楚啊？哎，现在面对这件事，首先要做什么？先后。这件事的根本在哪？轻重缓急，我在面对事的时候清不清楚？好，那一天有一个同修，他谈到他另外一半的问题，诸位同学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都会遇到亲戚朋友问我们问题啊。没有问过别人问你问题的，请举手，都有吧。那我们要检查检查，人家一问我们问题，我们的状态是怎样？听完问题，
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教理自然浮起来？那自然浮起来就是熏修的要够啊，熏闻尘种啊。我们一遇到人家问问题，我们在思维问题那些最重要的原理原则，有没有很自然的就浮起来？哪一件事离开了因果啊？因缘果。佛法很管用嘞，佛法真的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家问你任何问题，就这一句“万法因缘生”就很够用了啦。哦，对，我现在不是让大家套东西哦，是真正去体会到，真的是万法因缘生呢。你死背这个也没用啊，为什么？缘是条件呢，客观存在的条件。当我们的心很主观的时候，你能看到客观吗？那还是心上的功夫要下啊。佛法是心法，是内学哦。身有所分志，不得其正。有所恐惧，不得其正；有所好药，不得其正；有所忧患，不得其正。现在人家在问你问题，跟你讲话，这个人我挺讨厌的，你就不得其正了。他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在那里，哎呦，这个问题我好像有点答不出来，有所恐惧，不得其正。这个时候有恐惧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上念了，不要念出来啊。心上一念，你一静下来，哎，突然老和尚教的就自然就浮起来了。何其自信，人生万法。所以老和尚这些教诲啊，师父领进门啊，修行靠我们个人去勘验啊，去领悟啊，去解行相应啊。我们心境有所提升，执着有所放下，心境一提升，人家问你的问题，你自然就会答了，因为你心境到了嘛。心境不提升，这死记硬背一大堆教理给人家，又不弃人家的机，要答的弃人家的机呀，最重要的就是有悟道的心提得起来。设身处地，谏言者当自身利害之中。你给人家提建议了，你就要像身临其境，在他的事里面了。好，所以我们要检查自己的智慧，有没有在面对一切境缘当中在提升？假如没有这个感觉，甚至于现在反而烦恼比一个月前增加了，或者比去年增加了，那得要把问题找出来才行。总要
护念好自己的法身慧命啊，不能稀里糊涂的盲修瞎练不行啊。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呢，这个态度很重要。每一天要反省，这一件事过了要反省，跟人家刚谈完话了要反省，甚至于在谈话当中有发现自己心态不对了，赶紧调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第四呢，明行足。明是智慧，行是德行。足没有一丝好过失。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目标啊。第五，善事。师长这里讲到了，是啊，是远离，是极灭的意思。阿罗汉有是，但没有善。因为他住在涅槃呢。我们凡夫住在生死。二乘人住在涅槃。那佛菩萨，他不住生死，他不住涅槃，他是无住涅槃，他这个心呢是清净极灭，心是在涅槃的境界，但身在世间，尽心尽力啊。为众生服务，所以清净极灭是事，教化一切众生是善。那这个善事，我们每天也在做啊。我们检查自己啊，每一天做这些事，心地清不清净？不能越做越陷到事里面去，生烦恼了。所以这里有一个词啊，叫即相离相。那天有一个同修问了，他说：“这个财色名食睡。”他说：“我呢？”这个是色啊，然后他就对丈夫啊，对孩子啊，我一听他说孩子哦，我说你理解错了，他的意思是感情啊，情执啊，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进一步确认一下他的意思是什么。那陈德就跟他说了，说当母亲的人呢，面对孩子，这个情执啊是大考题。你在面对孩子的这个缘，你是急这个相啊，还有什么离相？不然那个控制的念头，要求的念头很容易就上来了，一上来自己生烦恼，孩子也痛苦了。所以当母亲的人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警觉性要很高。
每一个人呢，都有暖乐啊，都有罩门。那面对这个的时候，警觉性要更高啊。每个人的罩门不完全一样。说实在的，当母亲的人假如想清楚啊，其实我用情子啊，对他反而有副作用，对我也没好处。好，一切皆考验。看儿怎么办？对镜若不是，须再从头练。大家可能听我这么讲的，哎呀，这个陈德瓦是没当过妈，哪有这么简单？哎，大家也不能用这种心哦。我们当老师啊，有时候用的心也不见得比父母少嘞。我们也是要用心嘞。哦，我们也是有哇，护念一个学子护念几年，他闹情绪不理你，这个时候。我的心有一点痛痛的，我马上阿弥陀佛，你看，请止起来，请止起来，哦，这个付出都有落印象，才会有这个病。三轮体空啊，就不会心痛了、啊。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自己的付出啊，那怎么会有这个啊？原来还是着相呢。所以这个善事啊，哦，这个称号对我们很有提醒，吉祥离相，这叫般若。般若为导啊，般若为眼呐，五度如盲啊。离相重要。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我们能离相了，你见一切的人事物，你体会的都是佛法。哎，你离一切相，你心地清净哦，一出门看看树，你就有看到树的领会。今天，假如你心里挂着一个事情，你出去看到树木花草，什么领悟都没有。你心地清净，哇！今天跟先生一讲话有领悟，跟孩子一讲话有领悟，离一切相，就会感觉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因为自己的悟性恢复了。一接触生智慧，大家可以检查检查啊！今天起床啊，过了2个小时了，想一想，这2个小时我悟到什么？一想，好像都没有悟，铁定心上有啥事。不然六根接触六尘生智慧，世间解，这个理事体相，我们八面玲珑啊，看事情看得清楚，像我现在就看不清楚现在几点了。好，哦，7点半了。好，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时间到了。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承德跟大家交流无量寿经的时候，状态比较不一样哦。啊，好像比较放得开哦，大家有没有感觉？你看，我们就可以证明了，啊，分享无量寿经加持力很强了。哦。啊，一切诸佛守护念经啊！啊，儒家也指导我们呢，就是面对境界要清楚，事思明，听思聪。看听生智慧啊！啊，明白客观的状况啊。啊，无上士士是读书人呢，读书人当中最尊贵的。那我们这个民族啊，特别推崇读书人，这个也不能着相哦。为什么推崇读书人啊？因为读书人明理呀。今天啊，我是读书人啊，我一看到这一句，我们这个民族最推崇读书人，现在社会大众应该尊重我读书人，越听越执着。要用中恕的心听啊！现在社会大众不尊重读书人，自己的问题，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希望别人要求我们，我们就不要去要求大众。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现在社会不尊重读书人，因为我没做好。我得振兴师道，振兴大家对读书人的恭敬，从我做起。而且读书人之所以受尊重，是因为他明理呀。人家尊重是因为我们明理呀。社会大众有纷争来找我们，我们都能开导他们了。开导完，大家心服口服啊，讲话合情合理合法，都不能在相上去看待事情，去听经不行啊。那会越听越分别，越听越执着啊！再来调御丈夫啊！我们刚刚提到啊，那个师长学经教，长期跟随啊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方法我也知道，我们能不能从一段老人家的开解，去观察他是怎么讲经说法的？为什么他法缘殊胜呢？为什么他听完大家有收获啊？他理说的明白，事上还教我们怎么下手。大家都知道要调伏妄心啊，怎么做啊？大家观察观察这一段，老人家有没有具体指导？用这个
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来调心，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五个科目来修正我们日常生活行为，这个叫欲调跟欲。就是老人家有理有事啊，都指导我们怎么具体下手修行。用现在的话叫接地气啊。那我们看懂了，很珍惜啊。哇，老人家苦口婆心啊，讲得这么清楚，接下来珍惜，马上就这么用功。在一切境缘，用佛号调心，用这五个科目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行，不偏离这五个行门。真这样啊，三个月气质就变了。真用功三个月啊，绝对你的亲戚朋友看到你，哎，最近你变了。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师长有讲到啊，佛是调御丈夫，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欲是指导我们，让我们走上了人生的幸福光明道路，而且不只是引导我们这一生的幸福，还帮助我们出生死轮回，获得生生世世的幸福。这调御丈夫啊，我们听完这一段，用当机者来听的人，那我也要调御众生。跟我有缘的众生，我要赶快提升，我可以效法佛来调御众生。这个时候有当机者来听这个教诲啊。我们无量寿经读了几百遍，有没有铭记在心？佛说了，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这个受持广度生死流是不是调御众生呢？佛说此人真善友啊，那父祖汝等做大守护啊。这句经文，我是当机者啊。为诸有情长夜利益啊。我们现在想一想，亲戚朋友里面有没有忧郁症的人啊？有没有忧郁倾向的人啊？有没有现在烦恼很多的亲戚朋友？他还信任我们，我们要为诸宿类做不请之友啊，不然无量寿经在哪里啊？我们要于诸众生示弱自己。我们那个不能为诸宿类做不请之友，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想自己多，想别人少，所以那个惯性还没突破，常常觉得需要做的事一拖再拖啊。于诸众生示弱自己啊，绝不可能拖的啊。
那忧郁症会睡不着觉哎。诸位同学啊，你们有没有一天睡不着觉的经验呢、啊？很苦呢，很辛苦啊。哦，那大家有没有一个月睡不着觉的经验？哦，这个陈德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我现在一听到人家说睡不着觉，哦，心有戚戚焉啊，有这个感受了，啊，我们能帮上忙了，赶快去帮了，啊，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睡不着觉就是有很放不下的念头。很放不下的执着点，只要那个念头能转过来，就否极泰来了，就烦恼即菩提了。可是他要转过来，他有一个助缘。好。哦，不好意思啊，可能是太久没见大家哈，话有一点多啊。啊，这人逢知己话会比较多。哦，因为我们这一个因缘是小班制啊，一起研讨。哦，刚好在时间上是我们欧美的。同学们的时间，不好意思，我现在跑回我中国时区了因为最近发生了不少事比方说我回了这个自己的母校，讲了2堂课。结果我还没讲课啊，因为是去中文系讲嘛，就听到大家谈了，哎，现在中文系啊是冷门啊，出来不好找工作啊，纵使找到工作呢，薪水啊又不高啊，所以法师啊，你要鼓励鼓励他们。大家注意哦，我们当父母的人考虑的是这个社会现在最需要怎样的人才，还是考虑薪水高低？这都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思维，当然了、哦。当这个妈妈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薪水高一点。”你要接人之常情啊！哦，你不要说你不对 哦，这个讲话都不能背下来，拿去乱。哦，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修行人啊，这些话可不是对一般大众讲的哦。我们现在要关心围绕啊，要从心源隐微处啊，把利益的思维从根上砍断，因为师长教我们的，为自己是恶。起这个念头，轮回心造轮回业，也教不出胸怀博大的子弟来，教不出来的。我们就只考虑自己的孩子怎么悲天悯人啊！而且大家要知道啊，薪水高。
那是自己的福报啊。只考虑到高一点，那其实这个人生就是什么？消福报的人生呢、啊？消福报，哪个人不造罪业啊？这个都要看透啊！那看不透啊，那当父母的人还是会被世俗这些东西一直牵动我们啊。理得心才安得下来，这个理还不够透啊！别人讲两句啊，我们就开始操心了。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呐、啊。许哲女士说的：“我不用想我自己，啊，老天也会照顾我。”哇，你看，啊，人照顾靠不住啊，老天照顾啊，佛菩萨照顾，靠得住吗？哦，那我也得恒顺呢，啊，那我鼓励中文系的学生，啊，那我们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啊，那所以啊，陈德看着哎，底下有几位中文系的学生呢、啊，也不是很多。哎，现在要请年轻人来讲课啊，可不简单了啊！来听课啊，不简单了啊！当然，反求诸己，还是我讲的不够精彩啊，这个还是要检讨检讨。啊，我就问同学们呢、啊。19世纪呀、啊，人类最大的挑战是心脏病啊，几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脏病了。20世纪最大的挑战是癌症，这个我们都感同身受啊。21世纪最严重的是忧郁症。忧郁症是心病哦，心病还要心药医哦，要用法药来医哦。你们真的把四书五经学通了哦，你能解决未来社会最大的问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救疗三苦啊，以诸法药救疗三苦。所以今天我们能把经史学通了，怎么可能你以后没有发展？不可能的。能把中文经典学通，现在每个人心有千千结，家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企业团体呢，很多人事问题不能解决，虽然赚到钱，也不轻松啊。得要把传统文化、儒释道啊这些，包含假如是西方的这些宗教的这些教诲啊，能够真正融进企业里面，这些问题才能慢慢解决。所以，我们真的学经典，学通了，从个人到家庭、社会都需要我们。我们有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吗？怕的是没学通。好，最后讲这一段也很重要啊，因为在座也很多都是当父母的啊，你们的孩子现在往这里在培养。我记得2年前有一个家长。
啊，我们在交流这个一条龙啊，他就问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假如从小学啊一直学传统文化，学到大学毕业，啊，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我说找不到工作找我。大家听我这样回答，有没有替我捏把冷汗呢、啊？哦，以后承德法师会很忙啊、哦，到时候承德法师不讲课了，专门给人家找工作了哦。哎，大家注意哦，一个孩子能从小学学到大学毕业。他还中途没走掉啊，那他已经够善有善根的了，哦，那他能学到这样呢、啊？他最起码是个明理的人了、啊，我们一定可以啊，用他出来发挥的，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了，啊，这是我有的信心的啊。信为道源功德母，一生烦恼就是信心不够。信心能保持啊，你接触一切境缘，生功德，道源啊，你会啊生善根。信为道源功德母，这个道源功德什么时候增长？在你信心。清净欲缘的时候，他就会增长善根功德，啊，会有自受用哦，啊，你的信心会越来越提升，啊，然后呢，你给别人讲都是信心的法语，别人也有他受用，好。今天啊，时间超过了啊，超过不少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